讲要吃饭啊，三年去试穿婚纱，哪会这么久啊？拄则我有敲电话给伊，伊嘛无接，啊，应该无什么问题吼。三年有陪陪，还有曼娟这两个姊妹在咧陪伊，应该无代志啦。是讲前几天阮几个姊妹啊，伫咧聚会的时阵哦，我常常感觉三年最近敢若心情无介好，敢若有啥物心事呢？建志，啊，你敢知影三年最近有发生啥物代志无？我也无清楚诶。汤也差不多好啊，我去看卖。看伊安尼哦，我那是紧张，未使知影啥物，所以拢无想要讲。建志哦，对慧乔刚刚误会去啊，一直藏在心肝内啦。我想应该是这件代志，嘛去影响着三年。我看伊两个人哦，无结婚之前，伊的心情哦，是无可能稳定落来。关键是安尼三心两意，我足烦恼的。唔知雄雄，我讲明仔载要结婚啊。对啦，建志有甲我讲过，伊会对三年负责。这应该啊，只是一个过渡期。等伊结婚了后，过几周嘛，都应该无代志啦。其实我真做唔甘选你的啦，自从我认识伊个姊妹，伊的感情路行到实在是做无顺利，真可怜，真无简单。今麦个建志可以当重新行转来啊。坦白讲，慧乔甲选你同款，拢是一个真好噪音啊。两个偏偏建志都跟他一个人，也袂用个对本的啊。感情的世界里底，就是这么无公平。总是要有一个人退出的。既然爱啊哦，伤害是难免的啦。啊，不过若是做好决定，要对家己，还佮有对方负责，这才是一个查甫人应该做的代志。哎，佮再讲哦，啊，明仔载就要举行婚礼啊，今麦讲遐多，也是加烦恼的。我来开门。郭姐姐，你来这创啥？孙建庭，拄则你讲的话，我伫个外口拢听着啊。讲到真道理，礼拜嘛，看起来你经过我的同学江小婷训练了后，你这个胎教啊，已经为恋爱的初阶班进阶为中段班了哦。郭姐姐，阮家的代志跟你有啥物期待？你即马搞出去，我们家不欢迎你。你不欢迎我，无要紧啦。有别人欢迎我，你无看到，我是甲虾米做回来。虾米，今仔日是咱规家伙来聚会，甲郭家一点都关系拢无，是安怎出来？恁算家的人，敢有必要分甲遮尔清楚啊？恁家己唔是三不五时就亲门大户，走来阮家乱。我今麦安尼哦，是礼尚往来，敢有必要这样计较？搁再讲，我今日会来，是真正有代志要讲的。郭姐姐，你有啥物代志？陈仁凤，你果然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风度甲这个囡仔就是无同款啊。有话我就直接讲啊！我会记得你叫钟山妮做海顿集团的副总对吧？啊，不过根据我的了解，伊并不答应。我今日陪山妮做回来，就是来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山妮，你对我有啥物不满？咱家己人哦，甲门关起来，家己讨论就好啊。公司的代志，别当安尼无爸母啊！是啊，山妮，你千万莫有假借骗机的。恁就较安静的啦，好像你家己讲。山妮，
我在等你的答案。你的意思是安怎？直接讲。陈主席，多谢你遐尼看重我。我愿意接落来你交代的任务，担任海顿集团的副总。郭姐姐，你廖总讲每一个人甲你同款，拢只爱摕爱情来交换利益。我甲建设感情，无需要这自以为是的人。那呢？你是安怎要叫我来？我会叫你来，那是因为我要让你知影，我无可能听你的话，来跟你斗三工。你即摆已经知影，你当走。想选你，你无带领我进来，果然你创立我。你想创？真正好啊啦！你敢无听到建廷拄只讲只无欢迎你？你莫搁直接乱，让家己遐尼歹看好不？紧离开。好，张轩，你给我爱去，我会让你知影，你是我郭姐姐的孩子。三弟，你别惊，我保护你。三弟，郭姐姐一定出奥宝来保护你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对付伊，不让你受到伤害。阿姨，坚持，我无代志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大家坐啦，别因为郭姐姐哦破坏咱食饭的气氛。哎，食饭啊，食饭啊。你跟你老皮会啊？建廷，你来老皮会啦？啊，敢会是最近太热，火气大？建廷，我看你安尼袂用的，我陪你来急诊室啊。这是老皮会尔，得要挂急诊。我看也是先观察一下再去讲啊。不是啦，建廷不是咧普通老皮。建廷，虽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妈妈，啊，不过我一定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在看待。不管是什么代志。你都要坦白跟我讲。小婷，是什么代志？你跟我讲。我有去病院检查，医生讲建廷的白血球指数过低，怀疑伊有血癌。也不过，今麦我还搁在做进一步的检查，结果还袂出来。建廷得着血癌，哪会安尼啊？阿姨，你莫烦恼啦。啊，检验报告都还袂出来，啊，无你看哦，根本就无代志啊。莫家己哦，迄件家己啦，对吧？建廷，等你的报告出来，你一定要甲阿姨讲哦。好啦，我知影。哎，大家吃饭啦，吃饭啦，无饭菜要恁去啊。总经理，你哪卖好好休困一下啊？人拄只人凤阿姨佫有交代，叫你一定爱好好休困，莫伤忝，万一身体若是袂堪，要安怎？你莫烦恼我啦，你嘛莫甚物代志哦，拢想对歹方面去。啊，无得卡检验报告出来，我甚物问题拢无啊，所以哦，应该做的代志哦，还是要赶紧做完。唉，还是人凤阿姨较了解你啦。知影你袂乖乖蹲厝咧休困，所以哦，伊摕这给我，很感恩鲜果汁。这是阿姨爱心，你总无可能提出来吧？来啦，多谢。
自从吼我对病医回来以后，你就做啊真体贴、真照顾。若是会当互你这么照顾我，留伫我身躯边，你看来哦，破病嘛袂歹咧。孙建廷，你莫讲这款什么破病嘛袂歹、歹结条话好无？而且听你拄只安尼讲，袂想到过去我对你话袂共款。小婷，我只是爱你哦，莫阁烦恼我啦。你看我即马身体真好啊。对啦，你毋是讲查这说有真侪代志爱无闲，而且哦，拄只伊密码卡过来通电话来，叫你等伊开会啊。无我看，你紧等伊啦。嘛是啊，我会赶紧等伊公司啊。杨哥，你也答应我，你莫伤伤忝，而且若万一身体有啥物无爽快的所在，爱赶紧跟我联络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啊，你进去。歹势，请教一下吼，我的检验报告是好消息还是歹消息啦？我到底敢有得到癌症？我想要先知影答案。检验报告顶头是无写你有得到癌症，也毋过详细状况，也是爱请你来病院听医生的说明较清楚。好，我知影，我等著过去，多谢。想提供背包庇，我唔免讲烦恼，无法度照顾小婷，还佫宝宝因啊。小婷等于杂志社开会，我等阵哦，就去甲伊讲这个好消息，让伊唔免佫替我烦恼。